中国人要喊俄罗斯人爹，要打倒美帝国主义，搞死小日本。但是共产党的领导的孩子，奴隶主的孩子要去美国学习，欧洲居住，日本旅游，俄罗斯搞女人。最后玩着玩玩大了，光给美国欧洲送孩子居住有点不过瘾，他想当主人。咋当主人呢？贿赂、收买、捐清，最后出来搞弱美国，搞乱美国，搞死美国还不行，反正他也是不干涉内政嘛，咱就给他弄点病毒，玩导弹玩不过你是吧，玩无人机也玩不过你，老子给你弄病毒炸死。出事成功，2003年王岐山上台，到2019年香港事乱，觉得是时候了，试试吧，在香港，然后把美国那边小弄一下，然后逐步弄开，然后全球化，几十年的准备啊。共产党记得当年 SARS 出来以后， SARS 也是要给你准备疫苗的。二月付出一切，必将功飞消灭，来生再见。